妈，一个人动太危险，你还没去看其他房子吗？一个人动，一点都不觉得危险的人。总之啊，要把妨碍的东西破坏掉啊！你在跟谁说话？对了，夜空得到了夜空这个伙伴。哦，对对对，应该是要看楼下的位置，去看楼下的位置。诶，哦，所以大概在这个位置是不是？大概在大概右边数来第五格掉下来都可以。OK， 好了，知道了。大概在这个位置吧。啊干！嗯，不行欸。可那好大一块欸。先解这个看看好了。夜空有什么能力 ？Crush， 好，可以破坏石头。打开了，写着四等于五，四等于五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有张纸，但是看不清楚。四等于五，再去看一下刚刚那个位置。如果是白色的话，是右边几个？一二一二三一二，对啊，一啊，好难数哦，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四格，一二三四，啊，我用整走就好，一格两格三格四格五格六格七格八格，八格，然后下面数来第二格。八格，八格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哦。所以八格下面数来二的话，哦，那搞不好是站在那个地方就行了。高速模式 ，dash mode， 哇，这里吧，吼吼，我高手。对对对，我就掉在那边，没错。太快了。嗯，还没往左边看看，往左边看看是什么？嗯？哦，
好，钥匙还有四只 ，OK。那首先要解这一个，四等于五，所以四个等于五个，有五个，五个的话九九九九喽。呵呵，不对，四等于五，那跟这里有没有什么关系呢？四等于五。应该不是吧？四等于五，四四四四哦，不可能呢、啊。我怕是跟日文有关啊，什么细狗什么等于的日文是什么、啊？我怕是搞日文梗就比较麻烦一点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会不会是四一一五？不是，呵呵呵，国字的四笔画是五哦，可是日本人有在管国字吗？如果假设笔画是对的，好了，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那又代表了什么呢？也可以啦，先解无限循环一个四二五，那你跟我的四一五是一样的想法，也不对啊，零四二五，那不是说你们猜不好啦，可是这样没有一个原因啊，他一定有什么原因啊，那就零零零五啊，可是不可能是这样啊，对啊。没有其他暗号啦，我在想跟这边的地板有没有什么关系？这里地板有没有像什么形状？他说这边有一个纸，可是看不清楚。我、哦、靠北啊！你有眼镜啊？看你眼镜好不会先讲啊！所以月下美人就算笔画啦，应该是吧？月是什么？一二三四四画，下是一二三三画，美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，人是两画，四三七二。该一般戴眼镜的不是视线比较弱吗？四三七二。哎，干不对吗？美不是七画吗？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月是四画吧？除非日本人笔画写法跟我们不一样。哎，也不对啊，糟糕。那四等于五好像有点不太一样，我也觉得应该是笔画了。所以是四三八二吗？四三九？哎，我不知道日文在怎么写。哦哦，五三九二是这样哦，五三七二，看到答案大家还是在猜嘛？啊，五三七二看看好了，不对，四三八二吗？美是美，怎么会是九画呢？啊，真的是九画哎！美真的是九画，你看美怎么是九画？一二三四五
六七，没怎么都是七画，你们怎么写九画的？哎，等一下，每中间是三横还是四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每中间是四杠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每为什么是九画四画吧？没有七画不是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有人可以给我解释要怎么写吗？左上一撇嘛，左上一撇，右上一撇，两画嘛，然后一二三三横嘛，然后往左边一个一直线下去嘛。六嘛，然后右下一撇七啊，不是这样吗？左上一笔啊，右上一笔啊，然后三横啊，这样就五画啦。然后左边一撇啊，右边一撇，这样不就七画吗？哎，每下面是大哦，哎是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，真的耶！我太久没有写国字了，我已经。我这个字应该已经三四年没有写过，哎，对对对，是九画没错，对对对，这样讲就是九画，对对对，是一个羊的上面加一个大字，对对对，这样是九画，对对对，九画，对对对对对，干，我的字写错，我写成七画了，开始。我国文老师在哭泣了，然后我国文老师在哭泣什么鬼？干，你们不要这样，好歹以前我也是台北市作文比赛有得名的好吗？我四年没有写过中文字，你们不能这样子，不能怪我。你们现在是怪我了，然后这边要怎么解呢？唉，这边要怎么解来的？这边要怎么解呢？这样子会一直无限循环吗？那要怎么办？没有，那时候还没有马英九。哎，那时候马英九吗？我忘了。我书法比赛也得过名呢，我要算我还写错字就是了，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得名。要怎么走 ？Alex Cavadesh， 无限冲刺，无限冲刺，然后往回冲，假装我说：“哎，我又回来了，笨蛋。”我想一下，我以前每道，我想一下，我以前每道怎么写的？对啊，是大没错啦，是应该是用大没有错。女生没有戴眼镜的、啊，你是说这只吗？这只可以跳，嘿 ，Minori 可以跳，这只会跳，嘿，这只有跳的能力。然后这一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屁用，对。然后这一只是跑步，然后这一只是可以有怪力，可以打破那个石头。然后这个是可以看很远，嘿，眼睛很好。不能炸，这个石头不给我炸。他这石头不能炸。移动四跟移动二，那是他的速度。这只可以用加速或者是减速，他可以跑得比别人快，也可以跑比别人慢，这样子。跳的话，好像都要有那种指定的东西才能跳。你看不行，他不让你跳。刚刚那张纸就越下美人啊！哦哦，聪明！不能敲的，到楼下去敲好了。没有，因为我是想说，他没有画的那个地方不能跳，因为他之前跳的地方都会有那个指示这样子。乌拉！
所以我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拿的？这个拿了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个房间也还没有看到东西耶。应该还差一支钥匙吧，先把这个钥匙拿。这样有道理，我来拿这个。嗯，我们还差几个呢？还有四个，可是我们只有三支钥匙，所以还有一个房间没有拿到，那就是剩这个房间了。哦，居然是这样子。好吧，视觉死角，算你行。换眼镜仔。我明明就知道会有东西跑出来，然后我还是叫了一声。哎、欸，干！我水瓶掉了。不是，因为刚第二次我以为应该没事了，刚刚第二次我以为是应该没事的说。前面是降旗的厢车，只能直直的走。呀，我看不太懂，等下。等下，前面是你哦，我们是降旗的厢车。まっすぐにしか行かない。厢车要怎么走？只能直直的走吗？怎么办？我不知道厢车怎么走，看不太懂什么意思啊？有人会玩降旗的吗？厢车是怎么走来的？是跟我们中国的那个车一样吗？就是只能直走跟横走，是不是？不然，我们先丢木板，因为刚刚有人说可以丢木板，我就有点好奇。哎，真的耶，可以丢木板呢。可以跳过去了，嘿，嘿，啊干，为什么丢木板就不能跳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换女主角就可以了？哦，你们都太肥了，哦，重量的不同，你们都太肥了。到了零件，
了。还好我有分开存档的好习惯。哈哈哈，我就知道，你看，哈哈，我就知道，骗不了我的，我很专业的，呵呵呵。勇往直前，无惧就对了。啊！钥匙没拿吗？拿了，拿了，拿了，拿了。对，好，我可以用四倍速跑。好，笑个屁呀！啊，不行不行，他不让你用，欸，他真不让你跑步加，干，又是那个死亡存档，这有点讨厌。要选谁其实没什么差，反正不能跑。算了算了。有啦，有拿有拿有拿。有啊，右边钥匙拿了，拿了，拿了，我板子都不在了。我刚刚第一次是因为我被吓到，我手离开键盘就死了。对，没有木板回城的时候就垮了，木板在你回城的时候会垮掉，对，所以你回城之后就不会看到木板。挡着先，然后他站在原地。啊！我下意识按了上，我下意识按了上。敌阵之后呢？哦，这边可以每过一个来存一次，
还不错。喂，哎呀，干你俩！啊！不行，绿毛没有用，绿毛不能跑，不能跑，不能跑，这里不让你跑。刚刚有讲，刚刚他有讲，不让你跑。我刚怎么把他引上去的？不行不行，你可以换，你可以换绿毛，但是不能够发动他的能力，应该这样说。你可以换绿毛，但是你不能发动它的能力。对，我刚怎么把它引上去的时候，我都忘了。好了好了，喵，你看啊，你可以换，可是你看它不让你用。他不让你，他不让你用，对。哎呀，你应该记得啊，你为什么啊？我刚明就把它卡在里面，我刚怎么卡的？啊，我想起来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我刚刚有成功一次的说，我想一下哦。我印象没错的话，应该是要让它卡回到下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但是那个时机我抓不太准。它好像是跟我的时机一起走的。我本想说，是不是它下去的时候，我要让它一起下去？应该是他跟我是同时间的下去才对，还是他是完全跟着我的步伐在走？不要，我可以把他卡进来啦，用下面的卡他转逆时针跑吗？这样有用吗？啊，再试一次好了。
好，试试看吧，你们说的我试试看好了。然后这样逆时针跑。哦，聪明。然后呢？哦，聪明聪明聪明，有道理。呵呵，我超强。呵呵呵，我超强。喵啊！啊！我是不是还有一个没解决？这个是还没解决。哦，对，这个还没解决，难怪。这个转了，好嘞，我们每个机关都开了吗？所以这个机关是假概念。有两个，什么有两个？哦，真的耶，那里有一个开关，哦，靠腰，真的耶。好，全部的按钮都按到，好，出去吧。哦，手好酸，等一下。手肘超酸的。呵呵，他就掉下去，根本智障，哈哈，傻子。好嘞，都不能四倍速啊！どうかな。不能跳啊，不能跳，难跳。然后这个女主角也没有废，也没有屁用。难道要一起跟怪物跳下去吗？不会吧。这游戏倒是没有设计过什么暗门这种东西啊。
不行啊。问题是每一个格，就算不管你说哪一个也都过不去啊。我看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个啊。难道用锤的吗？不啦，真的也用锤的。那这个怎么办？跳过来，好，干嘛？做什么？吃我的铁拳啦！不行。看我干嘛？我跟你很熟、哦，莫名其妙。开关，出去再进来。不行，还在喜欢美少女，不行，你喜欢美少年。他都不喜欢的、欸，也不喜欢眼镜仔。嗯，嗯，这个好像唯一解吧。难道我要选择用那个高速冲的冲过去吗？哎，干不行啊，高速冲也冲不过去。零件应该是隐藏条件的啦，因为你看那些零件不影响过关，所以零件基本上应该是影响那个隐藏条，就是隐藏结局的。你看这边也过不去嘛，对啊，所以这边一定没有零件，是我猜应该是打隐藏结局用的。零件九成九是拿来拿隐藏结局的，因为它不影响那个剧情，可拿可不拿。四倍速冲不过去，刚试过了。嗯，可是那边也没有其他解啊。用跳的、哦？不会吧？也实像也不能用锤的，不能跳啊！慢慢走啊，可以试试看。问人家看我干嘛？我是跟你很熟哦。慢慢走哦，妈，试试看是可以的。为什么慢慢走会可以呢？一样，黑洞有隐藏道路，这倒是有可能。因为这时候你也没有东西可以推了嘛。
黑洞有隐藏道路，跳的，跳的应该也不行吧？不行，想想看哦，这边想一下好了，不能跳的样子，拉出来不能拉，这个只能推，这个只能推，不能拉。对，他只能拉的话是太简单了，他这游戏不能拉。先跳上面，你说跳上面从上面过来吗？不行，不能跳，不能跳，不能跳。不让你跳，妈！当然有可能说我们再进来一次跳跳看好了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我踩到这一格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那个了，除非你说跳过那一格，没有没有，我到这一格就直接触发了。上面没路走啊，你说走这样哦，可这边也不能推啊，你这边是卡死的啊。因为这边没得选嘛，你只能推左右两个啊。你这边只有左右两个可以推，那你推完之后就只有一边。那女主角，这个吗？一样啊，一样啊，一样啊。不行啊，他不要，他不理我，你看他不理我。我也想是不是要让他走出来什么的，他只要走出来就解决了，可是他不走出来啊。对啊，应该是跟金色石像有关啦，是不是可以让它动啊？我其实刚刚都点过啦、啊。来追我啊，你这小笨蛋，呵呵。来追我啊，小笨蛋，呵呵。有啊，我都用过啦。木材，木材不能捡，问题是他木材不给我捡了。对啊，木材不能捡了。真的要想一下了，这边就比较难一点了。どうかな？想想看哦，黑暗哦，我刚走是没有啦，是可以再走一次啊。来，我先想一下哦，让我先想一想看看。假石像吗？是没有呢。法师的怪力我刚也试了，也是嘛，也是不行的样子。对啊，
左边的推下去哦。不行啊。我刚有推啊。可以耶，我刚推了就不行。说啊！吓死我了！刚刚好像没有推好。啊，算了。啊，应该，我刚第一时间是对的，可是我们可能没有按到，所以没有推到。啊，这边应该是放我的魔法石。我知道了啊，就是刚刚说不要放，好了，放了。锦绣，我觉得往左边走一定会有鬼脸，往左边走一定会有鬼脸。没有哎，小洞进不去，那就换女主角了。啊，马卡塞纳塞，这边交给我吧。哦，好多按钮。哎，要这么多，要这么多那个按钮哦。我现在才四个呢。我知道要使用技能啊。根本下流，这边就是你上场的时候啦。两个他跳不过去啊。啊，算了，等一下再回来好了。那边还没进，前面那个楼下还没进。哦，这里应该是刚刚掉的人会摔到这里来。哦，那应该是刚那个不会摔死，只是要重爬一点。哦，那应该是这样。哎，真的耶，女生好轻哦，女
你看他的能力就是很奇怪。哎呦，有机器人，你在干嘛？不要理他。碰到会死吗？会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这铁定跟刚刚那个智障在踩的数字有关，要看他踩了几次吧。红一绿二黑三，那为什么又会有白跟黑两种呢？可是他这里的数字超过那个耶，那边就有六个，可是这边却有，汤固帆凭着我的大脑突破的。好，我们先把它数字记一下。要重来一次，绿，干等一下，重来，绿，黄，黑，白，红，绿，黄，黑，白，蓝，红。绿黄黑白，绿黄黑白蓝红，绿黄黑白蓝红，然后呢？绿黄黑白蓝红，熟。可是为什么这个数字还有形状之分呢？还是颜色的混合呢？安安，石坦安。可是石像第一个不是绿的吗？可是绿黄黑白蓝红是六个数字呢？问题是这样是六个数字，可是问题是这边你只有四个数字可以输入啊。对啊，我知道可以照那个数字来，问题是你只有四个数字可以输入啊。把没有颜色的按一按，是不是？扣掉没有颜色的话，是什么？四七。白色是五吧，白色是五啊。如果扣掉没颜色的话，是四七九零咯。可是顺序呢？问题是顺序呢？对啊，不是啊。
行，可是我就要个理由，我就要有理由我才能接受，没有理由我没办法接受。对啦，那不是黄色，那是咖啡色啦。哦，那应该是48咯，0404489咯，不是048，那不是黄色，那应该是咖啡色，所以没出现的是00748。2874，你要有理由啊！你要有理由，我才能选啊，我们不能乱猜啊，乱猜没意思啊。想一下，04相乘哦，不会吧？相乘要有提示啊，不可以这样没有就直接给你相乘啊。黄加绿，黑加灰，红加蓝。也是这个 Mina 讲这个倒是比较有可能一点，可是这样才三组啊，问题是这样才三组，那剩下一组呢？7840487，这样，对啊，一定跟这个有什么原因啊？好，我们把石像走的路线，还是不要看数字，然后我们直接找好了。我们如果不要看颜色呢？石像是先走左下嘛，左下、中间、左上、右上。左下，中下，然后左上，右下，中上。如果不看数字，我们看位置的话，左下是5。哎呦，靠北。不算内花哦，把它连起来看看好了。哦，先不要跟我讲答案呢，我们先找啊。跟讲答案就没意思了。左下的话是5，中下是6，左上是1，然后右上是4，右下是9，中上是不对啊。可是这样有8个，会被石像杀掉了。数字相加1087哦。